我这心里的石头也出了，我厚颜托柳荣姑娘把大家请来，是想一并跟大家道歉，我辜负了各位的深情，伤了你们的心，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让你们此生对真情真爱不负期待，都怪我。哎，等等，你谁呀？我文人呐，红鬓姑娘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这拈花惹草、口蜜腹剑的负心汉，我早早把你抛诸脑后，难道还用你日思夜想？你这扭扭捏捏、自作多情的样子，哼，实属多余。我还没道完歉呢。我还让发生什么大事儿？为人呐，你也莫要伤心了，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在乎你的那个人。原来只有我一人如此在意他吗？如今看来也确实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罢了，算我眼瞎，把我的冰清玉洁丹还给我，好歹也是个法宝。给你解吗？你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你会打动他们的。哎，你这腰上的法器除了。我这心里的石头也除了。不许睁眼啊！啊，直着走，走，还往前，没事，大胆往前走。哎，听，一、二、三，睁眼。好啊，歌台暖响，春光融融，你怎知我一直想建一方舞台呀、啊、可还合你的心意？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在乎你的那个人。